食咗包子嗰竹尾先搞成就嚟捏。我十个号嘅，听到佢整咗，牛杂出口嗰只。啊，听到咗整四十呢。天咯，哇，我果然有口味啊！啥哦，老沙好呢，佢食。要盖一摸盖一支，发达过。啊，做生意哦，啊，了了，遐个外口一个庄做农药生意，该要摸个。啊，一个一支个，一个百块无盖呢。啊，我迄个生生花木就搞搞药味道了。这个是做生意的生意。哎，是。这个木就该做准备去第一步，个比只系进了就挂。进挂能生哦。呢樣事就應該播啦，呢樣事播得啦，換呢樣事講呢樣事，係啦，應該接播播啦。呢樣就接播播嚟咯。都話時間久咯，時間呢，接播係呢樣事就播得啲啦。後碌走得就得啦。接播，我一係你呢個啦，唔係做，你接播等我咪。這一臉盆的米漿能磨到這個分量呢，就差不多了。然後呢，要等它凝結，變成一塊一塊。那一块一块呢，我们就会放到这边这个蒸炉里面去蒸熟，蒸熟之后呢，就会来到这边。蒸熟的糯米浆放在这里放凉，放凉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到这边包糯米糍。我们待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展示给大家看。欢迎收看《请援》。食呢边个有糖山，我食。哎，都够食噶，边个无糖山，那那就冇食。够贵，都食要贵喏。所以香港就是这个贵啦。哎，要贵要贵上。以前啊，三百斤就三百斤就平，都有人就話做做即係想跟下，我知啦。我啲想跟做就，等我十個號就開始先做想跟，想跟啊做一家就。哈哈，真係嗱，你等下真係三十年。你呢只係攞切是切只嘅米粉加做紙粉嗰只啊？嗯，該做完過啦。做幾個攞炸嘅嗰只？嗯。啊，攞炸都冇。我唔知你該點做耍嘅喏，我當年去當苦，當年苦嘅搞緊料。我看这个盘子经常是卖空的，做出来的速度呢还不够顾客来买的那个速度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开车过来这边买，一买呢就是六盒、八盒、十盒，还有的过来这边呢买了100盒、200盒这样回去的。那些买100盒、200盒都是提前打电话过来这边订购。主要呢是这两种口味，一种是撒上这种白芝麻的，另外一种呢是撒上椰粉的，它是特别的粘稠的，你看。嫩滑成这样子，你一撕，这样把它撕开，它是拉不断的，就是要吃它这种口感。外面这层芝麻是炸过的，所以特别的香。里面呢，糯米糍加黑豆沙并不会特别的甜，因为我看到糯米糍呢，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是没有加糖。那我是比较喜欢椰粉，所以我特别期待这种口味，试一下。嗯，最好吃。
它里面加的是芋泥馅，有点椰粉香，里面呢芋泥的口感特别的甜，很好，它比黑豆沙稍微甜一点。是这个真的很好吃。